新的 Ferry 搞了 ，start 用了了。今日有了 customer 逐点的扩大经验，从今开始用 Ferry 维持城市较紧呢。大家早啊！我是平安 NTV 的包邮。我让今日特别办 test 看这个新的 Ferry 的 service 安怎好不？这个新的 ferry 呢，总共四点个了。我主要是写讲啊，做工的时间呢，一是二十分钟一转咯。了，平时的时间是三十分钟一转啦。做工的时间较侪就是七点到九点内面，办公时间就五点到六点内面安尼咯。我到底这个 ferry 也是差不多是八点四十分了。所以呢，我就阿个阿个摩托啦，无坐来讲啊，我应该是坐到九点的咯。论啊，对伊的图来看，应该是坐到九点的船啊。一顶 ferry 呢，一载是干那五十顶的摩托呢，所以我在到那边的时候，已经安排去另外一边去等了。边仔呢，应该是阿达是等着八点四十分的 ferry 了吧？他平时五十顶满满嘞。对，忘记讲啊，东京这个八月哦，伊是规个月是 free 的，行路也好，跑摩托也好，搭脚车也好，是 free 的东西。然后九月过后了，因都有收入了，收几类是袂决定的，所以东京 free 的咧，最最爱来坐在 test 看，到时可能是无定个咱的收入啊，特别我阁唔知个啊，等下宣布啦。别紧张啊，我的目睭无问题啊，我是和一个 video 要行快四倍，因为也无拢安尼直直一分钟一分钟去看啦，拢空洞甲咧困起咯，甲咧讲，哈哈。八点十五分呢，就有 ferry 到了。要到了，我的边仔的摩托到了就对到一块里了。要入了就是到行路的人入去块里不了。我就想讲，我一人去去个了了，就应该块里就慢慢行。妈，那再过了十分钟哦，一块里不是去等了，我喊你行路开入来哦。我一个十分钟过去了，一 ferry 呢，我是等了行路来骑入了 ferry。一 ferry 哦，听着我心内面涨出来，啊，甘愿了，行走了，所以我就无办法了，特别等下一个 ferry。我来了，刚有摊坐了咯。
9:20啊，另外一间 ferry 到了。哈，轮到我去 ferry 的时候，就点 steam 啦。我伫 ferry 内面哦，本是着要等差不多10分钟安尼，可以行路的人站入来坐满满了，伊个 ferry 家己开走的。啊！你看到 ferry 搁在听着我心内面嚷的声了。船骨在开了，甘愿了。这 ferry 呢，行了可是算紧呢。是讲我唔知是不是西顶的事啊？有当时应该大人无感觉咧，笑了个大了安尼咯。所以坐伫摩托顶面门口。被他设计挺宅宅的差不多走了14分钟左右安尼啦，伊的 ferry 咧就到另外一边了。特别咧，我的 customer 甲我约了10点，我等伊过4分钟就赶去见 customer 了。一个 ferry 咧，行了不是真啊紧呢，特别那是黄毛岛，佫赶时间的啦。第五过了8:35就唔通坐咯，因为等的时间过头长了。哟，你家己阿家看时间啊。